怎么了，珊珊？雪清姐，华清林真的是个危险分子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怎么样才能不让他在天朗面前转来转去的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天朗这辈子就怕两样东西，其中有一样就是郁金香，你让青云给他送一束郁金香，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好戏。段天朗，你在干什么？段天朗，我是来送花的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？拿着。不给。啊，你干嘛呀？别人的好意。你怎么了？天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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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把他弄成这样了？天朗，爸爸，天朗，谁让你这骗子进来的？啊，我儿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就让你坐牢。